靓仔。打台球必学的七个小技巧：技巧一，带口球。击打目标球近九点的话，目标球很容易弹出来，这种球只要中杆对准目标球正中间击打就可以了，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。技巧二，角度球。直线球从带口中心延伸回来作为进球点没有问题，但是角度球不行，因为白球有体积，边缘会先碰到目标球。那么从带口中心延伸回来，再延伸半颗球，也就是假想球中心点就可以进球了。任何角度都是一样。技巧三，直线赛。打加赛的时候，先找到中杆进球路线，想小力加赛就移动手架，后手不动，杆头到左赛的位置上；想大力加赛就移动后手，手架不动，杆头到左赛的位置上。技巧四，角度赛。角度球加赛瞄准，要加顺赛时就稍微瞄薄一点，要加反赛时就稍微瞄厚一点，可以提高进球率。技巧五，弧线球。遇到这种球想要弧线打进，瞄准技巧是障碍球位置多加一颗球的距离，瞄准最薄边，抬高手架和后手，想象左拐弯就打白球左下角的点位，想象右拐弯就打白球右下角的点位。技巧六，勾库球。两颗球平行就取二分之一，延伸到对面库边就是瞄准点，白球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。技巧七，翻带。从目标球球心位置延伸到库边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作为一个点，然后向目标球带口中心延伸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用中杆中力把目标球打到瞄准点上就可以了。靓仔这节课干货有点多，点赞收藏，慢慢学习，下课。